12月7号，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在香港设立其国际总部，并在香港科学园成立宁德时代香港科技创新研发中心。当天，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致辞时表示，宁德时代落户香港对促进香港的科创产业非常重要，也希望该企业借助香港的平台有更好的发展。这次宁德时代在这里开设境外的总部跟科研中心，我是代表特区政府的，非常感谢。你这边未来投资啊，据我所知哈，十几个亿，也聘500人以上啊，这个呢肯定是一个好投资啊。同时间呢，也这个对我们香港促进这个创科产业的发展呢也非常重要，也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让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大更好的发展。香港科技园公司表示，宁德时代落户香港将加快香港新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助力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绿色科技及金融中心，推动本地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共同实现零碳目标。宁德时代是全球动力电池的最大供应商，占全球 电动车电池装机量超过 30%，而且连续六年入选福布斯的中国创新力50强，市场非常期待他们的研发的新电池技术。科技园公司也非常期待与这样的顶尖的企业合作，推动香港的创新科技的生态圈。宁德时代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选择落户香港科学园，相信是经过深思的战略部署。据悉，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供应商，成立于2011年，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流解决方案和服务。2018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目前，宁德时代是全球唯一市占率超过 30% 的电动车电池供应商。截至2022年底，其动力电池系统使用量连续六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连续两年世界第一。其所生产的电池不仅供应给国产电动车，也供应给特斯拉等国际品牌。我们也会在香港呢建立我们的国际总部，人才对吧，物信息全部自由流通的环境，做大我们的香港总部，香港的 IP 中心，同时呢做大香港的研发中心，同时也希望这个中心帮我们的宁德时代在全球的其他地方的事业中发展壮大，贡献力量。